chambre a la forme d'une carte.从我说加油开始，三二一，加油！生活很有仪式感呢。记得带身份证。秋游去了，哎，准备秋游，自驾秋游。今天九点半出发吧，去到鼓浪屿里面转一转，然后。差不多计划应该是两三点结束，看看当时的这个心情和这个体力还有没有时间去这个我们之前的训练的地方，也可以去溜达一圈。嗯，你们船票已经买了吗？不知道，问我大舅。问我大舅。那你觉得他们解决好这些事情？我觉得他没问题。看一下他安排的，感受一下在不在意你的一些想法，感受一下他的细心吧。